包呢，不会连这包呢，比如在马快递呢，就快递过来，快递过来，现在那我们呢，不都话嘞，不都是接过去接下来收，我都别人下来背，我都没，那你告诉我，其实我都是接过来下来收的，我来不接接的，啊，不然来接我是蛮难收的，都在话来收钱，就是有嘛，都拿拿钱拿钱啊。拿钱给，那我我我我我亏钱了，第二天我就亏钱了，第二天我到后面一点都不赚了。
三站单四座过去以后，第一题是必备选手。我们说欧洲青年老师工作第一场，一个黑人老板报备啊，我们在我们说菲律宾三站四十五，多少黑人老师第一题是必备选手。你说那个平常一起嘛，那个第一年我是不少，每个人都提前一场。然后在这边啊，我们多数的人还有文化，那个下来毕业是要下来做青年哦。对吧？我们这边的是我们这边的高学历，接下来肯定有些话是多少嘛？那都是我们这边的是啥？这个嘛，培养的啥来着？无论那些话都对的。像多少辈子哦，这些话是对的。然后我看看这个嘛，就是哦，这些话是。我嘛，目前工作不啥的，因为人家为了美的话，比如说哎呀，我嘛。好几天的时候，我还会觉得哇，呼吸也长的。
管你这怎么办，你比你这什么，你不是带点老早？哎，我个啥子你不是带？我现在在那地方，我现在都比那个老，那古话嘛，还是不行。你这主要把那些土地，那比如标路什么的，比如现在就批马书，然后关键就是升级来开了，原来古话嘛升级，然后就他们一下来嘛来升级，你这看到哎，你这个古话我也没看到，那啥都不对了。
Oh,
Thì đó thì là tình trạng tan không đó, tình trạng công nghĩ là tan không. Cái này là cái gì bây giờ là không biết gì. Hai vị bây giờ đây về công trình là cái gì đó tình trạng. Thì đó là cái đó là cái gì đó. Cảm ơn các bạn.